你点了什么料？我点了仙草，然后会不会爆出来？会啊，看起来会。而且你刚刚说的，他以后有钱要找一个月，要找一个200,000的薪水给人家帮他抓痒，我踊跃报名了。他说，那你以后抓痒要找，要你以后跟人家说你的工作，你要说你在帮别人抓痒吗？我跟他说，以后会跟别人说我在帮人家研究神经敏感指数。他说他不能接受别人肢体碰触，但是抓痒可以。征求一位男人给他抓痒。我把打结了，给大家看一下 OOTD。It's an awful house, and I wanted to get you out. I'm working on a plan right now to come through. I've waited for a lifetime for you to come down. Oh, nothing feels the same. 跳起来。吃葱油饼哦。
他一点都不配合哎。而且他们比我们更有防晒意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还戴袖套，你看我们这个，我今天已经必晒伤了，我真的这边都红红的，就晒不均匀哦，烦死了。Let's meet on the island top. Float together like water. We collide like a star. Everything we have been. 这是我们刚刚从罗东夜市带回来的，买了一份排骨酥，然后这是它很有名的当归羊肉汤，然后王玉也很想吃卤肉饭，不知道谁来这边吃卤肉饭的。然后这是什么卤味？我们看它卤味很好吃，但是我刚刚路上吃了一块，我觉得没有很卤味。还有这个是三星鸡肉串，好几家在卖，然后也好几家都没有了。快点吃，好甜！不要睡不了觉。好，这个好，这个这看起来。刚烤起来真的很好吃，现在有点冷掉了，辣成呢。然后买了，我们都想喝果汁，就买了两杯饮料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很香啊，它这很香。这个羊肉真的超好吃，而且很嫩又不骚味，推推。Take a look out the window. Spirit goes up as the rain falls down. I've been saying on the floor.我们现在在宜兰的新月广场里面，宜兰真的是没什么地方可以去，而且外面真的太热了，我们就跑到这里面吹冷气，真的很凉，超无聊。我们现在在逛那个是什么无印良品，然后睡在他这个沙发上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宜兰真的有够热的，我发现宜兰这个地方就是不太适合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来的地方，哎，没有，应该说宜兰比较适合那种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的地方，因为我来都觉得挺无聊的，我是觉得啦，没地方可以去。